白雪汤。
像 CSA 它的概念就是说，像一个集体农场，以前集体农场就是一群人一块土地，然后就在那边耕作，互相分享收获，这是最基本的概念。那、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再重新回来 CSA？ 是因为我们发现说，现在的农业制度，不管是生产啊，还是销售啊，都是一个问题嘛，哈。好，所以我们大家看到这张图 ，CSA 呢，它其实就是农夫，最上面那个农夫，然后还有其他的，像这个女生啊、男生啊、小孩啊、上班族啊，还是什么，其实大家都是把它视为一体的。就是现在不是分说你是农夫，我是消费者，而是大家是一起管理经营一块土地。有一个猪，很懂猪。对啊，这么细。他把那个猪背鱼汤了。来，谁在起呀？是这样吗？来，谁在起呀？没有走路一样，怪怪的。他问了传单小帮手嘞。来礼拜，一代人跟圣贤工程，菜市仔的活动，拢是阿公阿妈家己种的菜，拢无欢迎，全拢有你，互你食了，健康快乐，大家光景好。哎呦，这个哦，今日一天就到啊，今仔甲明仔拢有哦。无毒的哦，嘿，有机无毒的哦。这个青春哪个无毒的哦？好了。
这段时间参与的志工，大家辛苦啊！嘛感谢今仔日斗阵行、斗阵行这段路的大家，这份情感，我拢会放在心肝内，啊，搁继续行。感谢大家。刚才是不仅无解的，而且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危险。人生新工厂嘛是这间台南的废核志工，跟大家一样，真感谢大家留到这晚，啊嘛，陪阮到今嘛，当年，嘛无当年，今年顶年开始，啊到今年，顶年开始，啊到今年，多谢大家，阮办活动，大家拢真收听啊，然后很多朋友，然后都从台湾各地来支持我们。然后让我们完成这一次的活动，老话一句，希望明年我们不用再为了核电烦恼，然后也不用再为了核电办活动，我们可以安心的在这块土地上过生活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爱鸡皮头的爱到底滚，对大家，爱这片土要爱到入骨哦。那对大家，那全体废核志工，谢谢大家，我们鞠躬。Yeah.
人家刚有拥抱。对啊，对啊，而且前面露背装哎，超辣。那、啊、你又没有去放？好，去。来放同性伴侣助记。来放同性伴侣助记。尊重多元性别。尊重多元性别。保障基本人权。保障基本人权。人人生而平等。人人生而平等。关于这个同性伴侣助记，就是虽然在医疗法当中，就是关系人他是可以有这个去探病跟签署手术同意书的这个权利，但是在实际我们去到医疗院所的时候，这个认定它其实是模糊的。那如果说我们开放助记，然后可以拿到这个公文的话，当我们就是由同性的伴侣去到医疗院所，就可以直接拿着这个公文，它就是一个很实质的证明。可以去证明说他是可以来签署的。那我们12月26号的彩虹台南游行，希望就是支持的民众一起来参与，那带着一颗爱跟包容的心，那可以看见我们这个社会上的确是存在的这么多元的声音，然后请不要漠视这些其他多元的声音这样子。助记，有爱就是彩虹，一同去郊游。
址，然后在小鹿同志一直在的阅读，现在是台湾文学馆，我们查到许多非常多台湾作家的作品，然后接下来谈谈现在的专业课程体系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南优的大学学生，那以下呢，我们有几点是想要说的话，对，第一就是呢，我们希望所有学校都可以有。也有单厕所。再来就是呢，学校可以辅导学生成立多元性别社团。再来最后一点，希望呢，学校的教职员工都可以去进修性别的相关课程。现在运动教育也非常需要，真的。每一次的能够站出来，很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位上帝，这位神。他是没有条件的爱每一个人，我们相信更多的人在未来能够逐渐的明白，同志他的生命，同志也需要家庭，同志他需要在这个社会上，这个国家能够合法的能够被看见，能够合法的享有在这个社会法律保障的所有的一切的权益。老娘不要同志主义，老娘不要同志主义，你得不要同志主义，金杯，谢谢大家。好像就是你的情人，你母亲真是美，你们走在一起像是情人在散步一样，你又是非常勇敢，带着你父母亲往前走，你知道你父母亲根本就消失在这个林中当中，在这个世界纷乱的万象里面，如果你不勇敢，你就走不出去，所以呢，我要向你学习。嘉靖儿童榜非常的感人，可是写的非常的多，就是充满爱跟东西的。他第一个想起来的是他妈，当时他已经跟香港的朋友出柜了，隐瞒着父母来到了台湾。Thank you.
那是丝瓜大大子，对，哦，没有丝瓜大子。OK。
三四。巷子里，我遇见的就是你。